一不卡的，哎，先不卡了，不卡了，不卡了，不卡了。啊，没事，不用换房间了，哎，不用了，不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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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好好好，好，那我们现在直播啊，正式开始，可能就是他这上规定的，必须得就是6点半，我记得6点半就才不卡。哎，不是，这不是痘，这是那个痘印儿啊。这主要我手欠，我就一看到一个小痘痘，然后就给它挤掉，挤完之后就红，然后就破了，破完之后就恢复了，你得恢复，不是痘。我都没化妆，根本都没化妆，我合计这个直播也看不着，对不对？咱们就是，就把就当自己家一样，对不对？就是不用化妆了，无所谓，对吧？印花不同步嘛？哎呀，理解一下。我这两天遇到过特别离谱的事儿，巨离谱，就是离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那种痛上加痛，就是前两天我就不小心就是没长眼睛卡到头了，头上然后头上鼓了一个包，然后然后长了一个痘，我真的那个，然后我现在一摸这个很巨痛，我真的服这个很离谱。哎，同步就行呗。对，有点像是那个葫芦，对，就是那葫芦娃吧，对那种，就一个葫芦又一个小葫芦，哎呦，真的服。哎，这能看见啊？其实你没发现我嘴唇上有痣，这块有个痣，就是从小我妈就跟我讲这个痣啊，就说，有嘴上长痣的人，哎，就是以后就适合能说善道，所以说我觉得我就可以去什么脱口秀啊之类的。我们有冰墩墩吗？没有啊，我没有冰墩墩，但是我那个我们寝室门口摆了一个冰墩墩，然后好像那个都给盘黄了，估计，我也不知道谁盘的，给它盘黄了都。这胡子没办法，长了刚刮，晚上就长出来了。这怪啥呀？这能怪我呀？这男人的象征，这个东西。智齿拔了吗？智齿没拔呢。智齿，反正我本来想拔来着，然后我爸告诉我那玩意儿不疼就不用拔了，疼了再说。因为我爹是去年才拔了一颗智齿，我希望我能像我爹一样，就是那个玩意儿一直都不长出来，我一直都没事儿。对啊，男孩长胡子怎么了？长胡子怎么了？不很正常吗？我也想一次性拔4颗，就是以便就排除后患嘛。但是，就是马上需要要之后就马上需要录那个消防节目嘛。你说拔一次拔4颗，就首先对我也不好，对你们的观感也不好。到时候你看我的脸，就是完全就是肿的那种感觉，就是观感可能不太好。拔牙是不疼，但后劲儿是挺疼的。以前经历过，哎，以前我那个上牙膛上长了一颗多生牙，还是那种尖尖的带钩的那种的，然后去医院手术，然后那个医生就是，我使劲拿那个东西撬，撬了一段时间，因为我打麻药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撬一段时间，然后完事儿了，然后我就是大概就一两分钟吧，就撬出来了，撬完之后我就问医生，我当时很小啊，当时大概也就10多岁吧，11吧，11、12，然后那个我问那个医生就说，医生我的牙拔了吗？我以为他一直在那个找位置，你知道吧？实际上他已经拔出来了，然后之后就是我当时一点不疼，出手术那一就是出过那个牙医的那个手术室就巨疼，巨爆疼那种的。然后那天然后我妈妈给我买了个冰棍儿，然后敷我嘴上了，就买个冰淇淋要含着。当时疼完了，我记得，后来也就是有点忘了这个事儿。对，可能是我智齿有点歪。林墨今天还给我看他的牙了呢，他牙，他都开始疼了。我说疼了，赶紧去拔吧。天呐。吃饭了吗？吃完了。
欢用什么香水？体香。那等他一会儿不卡了吧，不着急了。没感冒，没感冒，鼻子痒。不卡了，不卡了，卡了，卡不卡了？我没着凉，就是，哎，鼻子痒一下。刚才那会儿是不打卡哈，你等他一会儿吧，网络波动，网络波动都会卡一点。一帧一帧的挺好的呀，一帧一帧的以便你们欣赏我帅气的脸庞，就是像图片一样。不眨眼挑战是什么鬼？啊，声音不卡，声音是说话你们能听得见是吧？那卡也无所谓，能跟你们聊会儿天吧，用不着看自己这玩意儿。这个最近有没有什么趣事啊？最近没啥趣事，最近不是刚回，就是刚回北京嘛，完了之后就是去，就是工作呗。哎，我还挺，就是我觉得在家待着还有点闲哈，还得是人还得去工作。再来感觉怎么样？蓝那个节目就是给我感觉就是，反正就是觉得特别舒服，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这么跟你讲嘛，我是那个去上海了嘛。也不是参加个活动嘛，然后参加活动那几天一直在就是腹泻，真的。然后后来呢，去蓝了之后，那个伙食巨好，因为我们就是平常总爱点外卖呀，不吃那种就是做的饭。然后那个去到蓝了，哎呦，你说那伙食特别好，完了之后就感觉就自己就是天天吃啊，天天吃，吃穿的那些就是我那些正常那种就是通勤服，量了一下体重。66公斤，我当时量给我量懵了，后来回北京量了一下60，哎，回来了。那可能是那个秤不准，我觉得。咋这么卡呢？我想想啊，怎么能不卡一点？卡的反义词是什么？好吧，无所谓了。哎呦，聊会儿天吧，没事，也不用看我，就跟你聊天呗。主要是那个，这块有人说什么 Spiderman 哦 ，Iron Man， 我觉得呢对我来说，我想就是，有那个蜘蛛侠的能力，然后有那个钢铁侠的银行卡。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跟钢铁侠就是那个漫画角色里的那个富有程度去做什么抗争之类的。声音也卡了，我声音卡吗？啊，是不是声音也咔咔咔，哇！腿受伤了没有？没有受伤，就是肌肉疼呗，就是长肌肉了，说明现在就好了。这录一会儿不卡了，我也给你们故意卡啊。对，不，对呀。哎，就是有很多粉丝不太理解我啊，为什么哎不去多营营业啊，拍拍作品什么的。其实这点我也不理解我自己，嗯，我和你们困扰是一样的。哎，也
也不是因为懒，反正我觉得我这人还是挺勤快的，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不是就是哎呀我也说不上来是为啥，就是还是看心情这个东西。哎，咋回事？突然怎么切换到另一个？哎，这玩意儿刷没了，再看一下。好嘞，回来了。我是不能一直低着了，让你天天一天一直看我头发，再看看脸。抓马，抓啥马？我是冷场王，我不是冷场王，这是我的超能力。我就是我一般就是在一个关键时刻说出一句话之后，就会全场静音，这是我的一个安全，这是我的超能力。超能力，你不觉得我们团有的时候很闹吗？哎，就由我来镇场，我一说的话，他们都被尴尬的冷住了，他们就不会说话了。我觉得这点我的控场能力还是很强的。滑雪那个视频，那是我姐帮我拍的，然后呢，这个脸吧，随便一拍都能拍出那种天生丽质的视频，但是呢，就是你知道吧，就是。哎，长得太好也是一种困扰。哎，开玩笑。哎呀，你别说我姐会拍了，我姐那天我拍了 N 个视频，完了就出了几秒钟。晚上吃啥？晚上吃啥？晚上吃啥？吃的汉堡。因为那玩意儿送到这是最快的。那我要一点点看啊。滑雪摔跤了不？我从最高那坡上拿屁股一下下的杀下来的。你说你摔我摔没摔？我可能是某种理论上来说我可能是没摔，因为我是一直在保持着一个屁股与那个雪面接触的一个环境下，所以说可以说我没摔，也可以说我摔了。我不是感冒了，鼻炎这两天不换季嘛，我感冒不是这样，我感冒就是我有那个就是流程，就是说嗓子会起来，我这两天就鼻炎犯了，花粉过敏感觉像。摔得疼嘛，哈哈哈，特别疼。我近视多少度？我近视多少度？这个眼睛是350，这个眼睛是300。为什么会近视呢？我这个我要真的是我要说一下，我不是看电视，我不是玩游戏近视的，我是学习学近视的，真的。在小学生初中的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嘛，流行戴眼镜。完之后呢，小时候还不好写字啊，就是一边侧着写。写一写写一写，发现看不清黑板了，就是近视了。可以染头吗？我倒也想染头，但是他们说染完之后那个发质会不好，我现在发质特别的飘逸，所以说还是不想染头的。我懂泰语吗？我不太懂哎。我也最近也是那个，包括派派也会教我一些，但是我觉得泰语真的好难。想染什么颜色？染蓝色喽，我想染蓝色，想那种深蓝呐、那种的，然后褪色能变成那种就是那种亚麻那种的颜色。反正特别想染个头发，但是算了，我觉得还是黑发最适合我。吉他当然在练了。会用贝斯拍视频吗？贝斯又不是活的，他不会帮我拍视频。但是我可能会，贝斯最近用的少，其实我一直现在都用，一般都用那个效果器，我一般都用那种合成器，贝斯有点少。白色挺适合我的，嗯。
那玩意儿伤头发，伤头皮。染完之后头发就会越来越少，我还是保护着头发的。虽然说我爸也没秃，但我觉得万一就是工作强度大，等到三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秃了咋办？这玩意儿男人的就得靠点头发活着。留长发，我真的很想留长发，但是呢，就是说白了，就是一到那个尴尬期，我就给它剪掉，真的很烦。祝你过四级哈！有人给我发说让他祝我，让我祝他。头发为什么顺滑顺滑顺滑？因为没有染过，这都是自己的头发。对，头发打理起来太麻烦了。完了之后那个，哎呀，头发就随便了。其实我觉得我什么头发都能 hold 得住，除了光头以外，光头应该也可以。短发好看，嗯，我说白了，其实我说实话，我从小我就没怎么留过短发，嗯，就是说，基本上都是长发，没有什么时候是短发的。有一次，我姐就很小的时候，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姐给我剪了一个像米卡那种的发型，就是那种就是毛寸呗。完了之后，因为我头是软的，它不是像米卡那种能扎起来的那种挺帅的，它是那种就是能下来的，就是全趴了下去了。完了之后，我就当时我都哭了，我好像是哭了，因为上小学那个时候记忆也不深刻了。然后同学说我像那个大猩猩，我服了。这我记忆特别深刻，不是蘑菇头，就那种寸头。然后同学说我像大猩猩，我服了。啊，好了，我们最后一分钟了啊，咱也不能就是时常超哈。没啥想说的，那祝你们天天开心吧。对，我嘴这边就起了个那个可能会痒，疼死了。我现在真的是这两天我感觉是水逆。哎，行了，结束了。